对嘛，这样才对啊。报告班长，我知道，不要让潘朵拉班长不开心。耶稣。是。PK 浮力挺身，输的请喝饮料。你刚才做伏地挺身的时候姿势不对，所以才那么累。我想要跟你一起到捷讯。哎，你那么认真干嘛啦？做好忘我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本节目由全职妈妈冠名播出。